这次的旅行的话，发现两个人能互相包容，更加的体贴对方。So many moons have come and gone。看对眼了哦，第一眼就看对眼了。开口第一句话讲是我讲的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小伙不行。他说气氛好尴尬呀，我还记得他，这是他讲第一句，他说气氛好尴尬。我说嗯。正常应该都是男生会讲话吧，然后就觉得可以回去就可以 pass 掉了。因为当你喜欢一个女的的话，你会讲话很小心，你怕你讲的一句话会令她反感。再后来就是他约我去看他打篮球。那时候是10月份，晚上的话还比较冷的，怕他着凉嘛，就当时就想到了拿条毯子给他垫一下。我当时觉得我挺细心的。But then you came along。When first I laid eyes。等一下，人数。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需要一辈子。我会去，有的时候会有事没事的去弄弄他。It's all brand new。Because of you, feels like I've known you forever。送吗？拉人吗？拉人吗？可以帮你们落拉点行李吗？是不是？把我老公拉点行李。我们顺便可以帮你们落拉点行李吗？是不是？你们能动不动啊？我不动吧。是属于那种，你跟他，比如说他跟说你要给你送水果，不用不用，那其他人都会说啊就不来了。他的话啊，我已经到你门口了呀，就是处于这种状态，所以就第一次有那种特别想结婚的感觉。再见。跟你一样的。